这个是需要的。颈部淋巴结肿大的话，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疾病了。它呢性质的话呢，可以有良性的，也有恶性的。比如良性的，像我们最常见的淋巴结炎、淋巴结反应性增生、淋巴结核。那么恶性的，最常见的像淋巴瘤，或者是那个颈部淋巴结的转移癌，那么想区分一下，就是这个颈部淋巴结性质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明确一下这个淋巴结的肿大是不是一个区域性的改变，还是一个全身性的改变的话呢？那么这个胸部 CT 的话呢，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检查了，它需要明确一下是不是合并有食管的病变呀，这个痱子的病变呀，胸椎的改变呀，或者是乳腺的改变呀，证实一下是什么性质的改变，从这个影像学上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，然后呢，避免呢我们是耽误病情，延缓治疗。